因为这些老师，这些就是这四个是跟我一起去的老师，而是我们面前的这些教授哈，对我们讲的东西，其实都超越台湾所能够理解的那种民主和教育，他们口中都是杜威，你可以想象的吗？可是他会告诉你说，哦，我们在课室里都谈杜威，可是就只在课室里。那所以在中国可能无法实施这些杜威这些理论呢，就是那个民主教育啊，那个甚至生活际教育这样的一个想法。虽然那些中国教授其实没有影响到这些中国老师，可是他对我们这些在侯文独立中学可能啊，刚刚我有说，我好像忘了说一个独立这个字。在马来西亚称之为侯文独立中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因为经费自主，有点像私立学校，就是我们拥有教学方向主导权、教材选择权、所有一切权利，包括生存权，因为你要生存下来，所以我们就变成我可以有权利去做这些东西。所以这些理论虽然没有影响中国老师，可是间接它影响一些中国以外的一些老师，像马来西亚的老师。然后所以我们像我再加上我有资源，我是教务主任，我要办活动，我要借场地，多简单啊，我自己一个人签，自己一个人申请，自己一个人签批，所以完全没有问题。你刚刚说是要秀谁？哦，我把它放大。不用。好，就是他啦，这一批人我不要太点得太大，等一下他真的要求把这个影片拿下来。然后这一批人后来跟我很熟，我觉得很多原因是因为我给他们的是非课堂里面的东西，他不会记得我教他物理什么，因为我是物理老师，他不会觉得我教他物理很厉害，不会，他最记得的是，哎，老师您当年办的那个天文营好爽哦，再找一次好不好？这些经验其实开始启发我去想一些问题，包括我带他们去外面玩，这样开始带他们去走，然后去参加学校以外的科学营，这样，然后而且都不是学术活动为主，都是去那些因为这里就有一个科学营的那个得奖者，全马来西亚科学营的得奖者，那他应该也会发现，其实科学营比较像是去玩的，对啊，去玩的。而且通常都不是那种是以虽然也是有比赛啦，可是他比赛性质是真的是无法用书的东西来测到，所以我带这批学生出去很好玩，他们觉得。然后再后来我甚至办了全国的一个科学营，然后这个呢就把台湾的三个教授请到那个马来西亚，然后把全国的六十一间华文独立中学的这个喜欢玩科学的人集合在一起，然后当年就办了这样一堂。这些之后有一些想法过后，再加上后来我在2010年那个接触那个新的校长时，有提到那种对家长日概念，就是对家长日就不会有那种以发成绩单这样的方式，而是以一种活动方式来带家长日，这样。像这些改变做了之后，我可能会再开始想了，我开始去回想刚才那个短片给我带来很多很多悲情的感觉，可是悲情之后它会剩下什么？这个问题有间接影响到我到这个后来到台湾来读书。那基本上我是因为也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教育悲情之后教育原本应该怎么样，因为到底我们总不能以后就是我总不能一直用这种方式，就是我请你把你的孩子送来我的学校，然后你孩子送来学校方法全部由我定，然后我应该要求他很严格，因为你应该会很喜欢你的孩子将来记忆力很好，这样，然后我一直鞭策他读书，这样我不能用这种方法了。我当时会在想这些东西结束之后，再加上我之前遇过这些非教学的方式所带出的这些活动然后所得到一些
回馈反而远远超越那些我在政课教学上所给予的一些所得到一些回馈之后，我会在想教育原本应该怎么样。所以探讨到最后哈，其实我自己从这本书得到一些解答，然后这本书叫《下山学校》。我后来才发现，我在做后来的硕士研究时才发现，这本书，连接了我跟台湾。台湾的早期的好几所这个体制外的学校，就是公立学校之外的学校，也不是应该说公立私立学校之外的学校，就叫另类学校。这本书深深影响着一批的创校的人，包括当初的生肖啊，还有种子，因为他们原来大家当年都是看这本书，然后我只是看了这本书就继续在学校教书，他们看了这本书就办学校，差别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因为这样，从看下山学校再开始找还有谁在看下山学校，哦，我发现台湾有一批人在看，然后甚至已经办学校了。甚至到最后为止，就我2008还是09年那段时间过后，就发现已经有学者甚至把台湾这些所谓体制外学校已经整理出他们的一些哲学理论啊，教育理论，然后称之为另类教育学。然后大本营就在我现在读的学啊，我现在毕业工作学校就是国立政治大学然后教育系，就那一批就是不太安分的教授们。那所以我从这一所学，从这本书下山学校，下山学校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论出来看他，这里有看过的可以举手是吗？除了你也看过，真的下山学校这本书可以说如果你看了你会就是你会有，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但是如果是教育者的话，可能看了会有一种想法，是两个极端。第一个，不可能这所学校应该是倒的；第二个就是这所学校在哪里，我要去看它。我就是后面那个，因为这所学校里面不会有规则，然后所有的规则都是由学校的老师跟学生一起定，甚至主要定的人都是学生。然后在最极端的下山学校是比台湾还要自由开放。台湾的体制外学校对一些课题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本土的一些文化价值观，比如说打电动性行为，还有一些坚持，就是说这绝对不能开放。可是在下山学校，就是英国下山学校实际上是连这些开放的，他甚至直接他的会教学生如何使用保险套，然后他的学生很荒谬的是还真的都可能在学校都有发生过，或者说在学校之外都有发生过这些事情。然后下山学校老师都有到台湾来交流过，都跟好像跟森林小学的校长啊、创校校长啊、老师啊，还有一些体制外老师都有交流过，当时对这些问题都甚至很大的一个争议和辩论。那台湾看了这本书就办了很多学校，然后办出属于台湾的另类学校。那所以我现在讲的有点好像有点慢，我应该讲快一点，要不然我们后来我更希望跟大家对交流谈，所以我尽量讲快一点。然后这个是有点像是学开始有点整理统计资料了我简单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第一所是台湾的体制外学校，就是大概是1992年第一所，就是森林小学，然后一直到现在，2015年，这是还是两年前的数据，现在应该是在飙上去了，然后已经到53所，然后，像这样的一个数字理想不是根据非正式统计，应该是亚洲应该是第一，就是体制外学校亚洲应该是第一，数量应该是第一。这也是我的论文的一些资料大家看过就好。然后我整理完这一批资料过后，我就要选一所学校深入去研究。那我当时本来想选跟我比较相关的全人学校，
就是我是教中学，我之前就教中学，然后台湾我想找最民主最自由的中学，本来是全人中学，应该是我的研究的场域，我应该去那里的。可是在我来读的研究所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一个台大社会研究所的一个学生硕士生，当时已经在进行这个全人中学的研究了，所以我就打消念头，而且他做的东西跟我会很接近，大家都是研究整个发展历程，因为我们想觉得如果我一个不小心，我未来我也想办下山学校这样的学校，那我一定想要知道整个过程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找一所学校研究它整个发展历程，那既然没有全人中学，我就找最接近全人中学的然后也是民主自由度相对比较高的学校，那当时就选这一所毛毛虫学，现在称之为松子亲子实验小学这样。然后我去研开始投入，然后从我读研究所第一年一直到读第三年毕业，我发表的文章还有我做的论文其实都跟这个有相关。然后这里我就不谈我的研究所得，而是提一些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就是那个可能说一些历史资料，我不会放在我的论文，因为论文可能是一些分析后的东西。那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毛毛虫学院的那个亲子通讯从第一期一直看到160多期，然后每一期都看，每一期都摘录重点，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时间轴这样。然后它里面那个我们这边看到一些觉得好像会有一些很，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学校很有兴趣齁，我还是建议你来看那个论文好了，因为但是我论文好像你一定要把那分析删掉了，就是你不要看分析，分析不是我要写的。好，这个糟了，有直播，搞不好我老师会听到。对，我老师要叫我写的啦，所以他说做论文就一定要有分析啊，你分析写多一点这样。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写。可是我觉得写的那些分析都不好看，对，那真正好看的是整个故事。所以如果种子有兴趣想要出书的话，我们就把分析删掉，出书好了。然后我里面写很多故事，然后我只是摘录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来玩来看。我里面有把一个东西来看，就是种子，我刚才说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学校，你怎么看得出来？可以从一个课程设置来看。但这是种子学校，然后这是种子之前的当时的学校，然后这是种子有了种子之后的国小的一些改变。那个种子成立是那个1994年嘛，然后或者当时他们叫毛毛虫学院，然后他们的这个有一些根据是很破天荒的了，包括当时上课还是周一到周六，然后种子就自己本身已经实行周一到周五，而且上课时间还大大缩短，直接叫你睡饱再来。你就是，而且你看上课基本上再扣掉中间一小时，上课都没有超过6小时。然后这一种是那种，坦白讲是军训的哈，整天就在被抄就对了哈。然后种子的人数，每一班的人数基本上不会超过这个，基本上都是低于10个人了。然后师生比啊，师生比是这样。然后好。这个看过一遍，他然后这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我就拿出来，其他的我就可能还是太长了，不太适合在这边说。他这学校没有校规，当初只是定下一些生活公约，包括定下这样的一个9条规则，然后这是处罚，就是只定这9条，一开始就只定这几条也本来不要定的。只是因为当时觉得学校想办一所很像自由学校，可是开办2个礼拜过后就发现有点乱，然后东西都乱丢不行，然后乱丢可能对他们来讲，我想象到当时的情境是你乱丢到让人家跌倒，然后或者让人家脚受伤会影响到人，所以我们就定规则，这些东西要收好，不要弄乱，不要破坏人家东西，然后要打扫，然后不要太吵，不要打人，然
然后啊，还有一个生活讨论，就这样。然后生活讨论会其实就是后来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延续的，每个拜五都进行了那个，就是可以定所有学校要所有人都要遵守的规定，然后提案人可以是学生，可以是老师，这样。所以他的学校就从九条规则开始，哎，应该说零规则，然后到就是九的规则，然后慢慢增加。跟我们想象的一般学校，你进入那所学校已经有好几十条规则校规的这样一个想象不太一样。然后好，当时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就是8点半到10点基本上是玩，都在玩一些活动，然后10点到12点这个其实是已经经历第三个礼拜，前面三个礼拜其实他们都想说还是自由学习，还是自主学习，然后自己决定要不要学，然后只是后来发现有孩子有学生自己提出说老师我们很无聊，我们可不可以上课学点东西，这是学校了，应该要学点东西吧，然后开始他们提出要学东西嘛，老师就开始定哦，老师跟学生一起定哦，好，那我们就学数学，学核科学习，然后中间就午休，然后下午就做一些有点类似那个社团这样，然后整理一下环境就回家，每天就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就这样过半年，然后这是第一学期，这个应该不是第一学期吧？这是第一学期吧？好，这应该是很早期对的，因为他是这样，种子在一开始的第一学期是在这个根据台湾学制是第二学期开始了，就是以二月多开学，所以我已经忘了这是第一学期还是第二，到底是开学的第一学期还是正式过的第一学期，应该是创校第一个学期，应该是创校第一个学期。好，因为我想摘录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来看就好了。然后可是就如刚才我所讲，有很多理想的落实其实一点都不完美，这里就摘录几个当时的家长所提出一些意见，就在访谈时所提到，因为他们有提到，因为他们是亲子实验学院，家长会权力最大，然后因为当时有收了大概应该有后来越来越多40个学生，早期是10多个学生，反正多少个学生就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个意见，然后夫妻意见又可能不一样，然后再加阿公阿嬷隔代教养的，所以意见一大堆，然后当时这些学校因为都讲是生活讨论会决定嘛，所以既然生活讨论决定，那就是共识制，就是有什么东西都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然后如果你能说服大家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说服到最后当然是投票啊，所以讨论文化很盛行，不过讨论之后会走掉一大半，走掉一大半的原因是说如果这个有争议的两方无法说服对方，两方都无法互相说服对方的时候，这时到了讨论到很迟半夜了，然后最后要决定的时候大家都撑不了，要回家了，就只有投票，投完票家长输的那一批可能是少数，可是也占蛮多，可能是1/3，他还是不能认同的话他就走，然后就离开，就这些是你从这些通讯上看到，对，都通讯啊，这些呢就是后来的访谈，就是一些家长的，然后以其中一个家长跟我说，当时冲击是他甚至就觉得那个当时种子就是毛毛虫学院在创校的时候是在长青，就是现在那个燕子湖吧，就是那个新店燕子湖那里，然后是跟一个企业家借的，然后无偿借的，然后当时那校地事实上可能不太适合，或者说在那个家长心目中不像学校，教室不像教室，可是他很有趣的是他有游泳池，然后他记得他的孩子哈每天都在游泳，不然就去溪边玩，一堂课都没有上，整个学期耶，基本上这已经是很接近那个下山学校了，下山学校里面就有谈到有些学生是5年没有上过一堂课，然后但是家长还是照给钱，而且加上而且下山学校跟种子很像，就是由家长出钱，然后家长是负责全部的经费，所以他就出好几万块每学期一直给孩子游泳，这样，
所以这里就是整个学期都在游泳这样。然后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分裂。然后所以种子在从1994年到现在为止，其实经历了三次大分裂，每一次分裂大概是少掉三分之一的学生和家长。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在现在来说，我整理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现在家长想要办实验学校或者想要自己办体制学校，因为在台湾来说现在法制已经比较完善了，所以他想办学校的时候，他会想说哦，办学校 很好啊，我孩子可以自己读我自己看。可是他往往没有去想象到那个一个人是不能办学校，三个人也不能办学校，所以往往是你要超过一定的人数，那这样的人数你能不能去解决那个彼此之间的意见差异。所以如果你无法想象，那我建议你应该去看一些 过去的所就台湾正在已经成立了20多年的学校，他们的历史实际上你会发现他们都经历了那一段分裂这样。然后这是现在的模样，种子后来就搬到乌来信贤，然后他后面有很多很多乌来很美的山。然后这个因为伦理的关系，我也不太能够放他们脸放得太清楚，因为按照那个伦理的高标准是，我每一张放他的脸我都要请示过他的得到同意书，所以我就放远远，他至少不会告诉我他是他，然后他要跟我拿签名这样，他要请我一定要拿签名这样。可是他环境就是这样美。然后我第一次去到后来，我每次去我都觉得说 我大概理解为什么后来种子就是这所学校他们生存到现在为止，可能因为校地不够啊这样，他也舍不得搬，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我每次去我都觉得我是在就是充电。然后他们现在样子这个应该没有比较清楚的脸，希望不要有太清楚的脸。然后这是种子现在样子，就是他们的那个图书馆，然后他们大广场，然后他后面的山，他就在山林里面办。然后这是他们学校开放日，理论上开放日应该是比较 OK 的，比较可以拍照的。我自己说服自己一下。然后他们学校有自己的大小树屋，大树屋、小树屋。然后小孩子如果有空堂的时间，你可以我好像也会谈到那个没有那个他们还有一个他们有好几个特色是。那个实验学校里面相对能够展现民主和自由的，包括第一个是他们的选课制，刚刚好像给你们看到时间表，只是那些课除了上午的课之外是必修之外，下午的课都是自由选修。即使是上午的课，如果排到那堂课刚好你也没有拿那个必修话，你就是空堂。所谓的空堂就是一般体制学校很难想象的，就是你基本上不进班，可以不进班。那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躲在这个小树里面、大树里面去自己玩，然后自己逛，然后自己去想你要做什么。然后这个空堂离开学校，不可以，就是它的界限是学校范围。然后你在学校里面自由去逛，自己找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会办这些活动，然后自己就小孩子会卖东西，然后为了跟小孩子博感情，我也得买一个帽子。我就买一个帽子，然后可是那个地方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我既然看了160多份的那个亲子通讯嘛，所以我也总结出，其实种子从很早期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经历大大小小的台风，应该说全台湾都经历这台风。可是这些台风在对乌来人说基本上都会造成那个伤害。然后尤其是近几年的什么苏迪勒台风，然后杜鹃台风，实际上每一次台风或者每一次暴风雨实际上都会让乌来的那个那个山区都会有落石啊，甚至是土石流。然后他们学校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生存了20多年。然后每一次台风基本上都会有一些东西要做，比如说道路塌方他们就要换别的地方上课。然后甚至这种整个道路塌方化，然后甚至还有异地教学，就去花园新城上课，
然后就不在种子乌来那里上课。可是那个是八月，所以他们不放暑假。这个异地教学应该是那个，如果没有错，应该是那个叫，就是那一年乌来整个就是八月之后，我的意思说他是八月整个学期，八月之后整个学期。那下面那个2011年8月4号梅花台风，这个，会不会是我日期是4月8号啊？还是4月8号啊？那你上不会，上面是10，哎呦。很怀疑这个是不是有错？四月八号不会有台风，应该是八月4号。应该是8月4号，因为台风都在七八月开始。暑假也有补习。对对对对。是试读吗？也有可能是试读。总之有一个制度啦，就是叫那个凡是国一或者说新生或者转校生要进来之前都要经历那个试读，就是先试看你跟我，就是学生适不适合学校，学校适不适合收这样的学生和家庭。那。有可能，可是日期理论上是不会有错啊，不过我可以去改，去查看，对，可以去查看，然后甚至都有整个学期都换地方上课这样。你可能这个是大众最想关心的，钱，到底那个种子的学费多少？既然是都基本上是民办自己筹钱，然后。他学费就是很关键，学费是这条线，然后从早期大概是3万多一点吧，接近4万，然后后来提高，然后再后来就一直到这里过后就固定了。现在每一年一学期的学费大概是6万，然后基本上可以这样算，一个月1万这样，那应该说一个月1万多，那。我有问过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定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为什么他学费是这样，然后我从文件就是历史文献可以看到，当初创办的时候创办人就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觉得他们觉得他们想要办学校，可是他认为办学校不是贵族人的权利，他认为办学校应该是所有人应该享用的权利，那所以他们以一个台湾教育部对每一个学生所支出的教育经费的单位来计算那个经费，比如我学校有40个学生，然后我就以那个40乘以那单位经费，然后这样来办学，然后到现在为止都这样。那我有因为今天的演讲呢，昨天也去查台湾的这个每生每年的支出经费大概也就是10万块，所以其实是很接近的，所以他是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创办人想要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是想告诉我，如果台湾政府想要办学的话，或者所有人想办学的话，你只要把那个教育部经费的钱，按照每个学生的经费给那批人办，你就可以办出来了，然后不一定要跟教育部一样的学校，就是那种公立学校这样的方式。然后他学生人数就一直增加到现在维持在100人以下，应该是98到99这样。可是昨天有去开会，好像他们最近有想要有在思考啦，那个对于国中部的开班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可是这还在想，还在他们的储备当中。然后现在种子小学这个课表都是公开资讯，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个，所以他们这课表基本上是上午2、3节课，然后基本上是必修。但是你看他这样会有什么防身在里面呢？这些课都是自己加的，就是因为那间当时的学校有老师想要开这样的课，或者有学生想学，他就会开这样的课。然后每一段时间会有5堂课，就代表说由学生来选。你自己选你要上讲的课，但是国一进去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选择，就是只有就上语义、数义，然后其他还是可以选，就是语义、数义没有得选之外，其他都能选。当然也有特殊例子，是说如果那个学生国一进去，语文和数学已经很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家里有进行这个教育而程度很高之外，其他的都会语义，然后。如果你有程度特别的，可能就直接跳语3、语4这样，或者语2这样。
那所以学生基本上就很像大学生这样，每个学期开学之前就拿着这个表，然后开始填自己的表，我要选这个我就填，我就选这样的，然后填自己填，填满了大部分同学都不会填满，因为没有人想要这样忙，很多都会填到很多空的，然后那些空的就是他们的所赚来的空堂时间。可是我讲赚的意思不是那种 我想象中的，就是大家想或者一般人想象中的赚，就是说哦，我赚到时间我可以去玩。对我来讲，他们的赚是他赚到那个空白时间可以去做很自由的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在他做了之后他可能不太需要再去偷偷做。比如说他就想看漫画，他就想要看整个漫画，然后利用整个早上都在看漫画，所以他就利用空堂看漫画，然后或者就发呆整个早上，然后不用去向人家解释他在干嘛。然后下午就有点像社团，就基本上就是也是一样选，然后空堂这张照片是我拍，应该好了也蛮模糊。我是隔着一个纱窗拍，我当时在图书馆，他们的图书馆，然后就正在啃着那160多期的那个青藤讯，然后我外面就开始传来，我 每天早上去了，就是在我做论文的时候，每天早上去的时候，早上就开始待在图书馆，然后我后面就传来声音，他们在笑的声音，就开始在玩水，然后后来才发现他们就是空堂，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玩水，就玩那个，可能是下雨吧，就有那个水塘的水，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玩，玩到全身湿湿的。然后再回去换个衣服，然后可能有课的时候再去上。所以这是他们所这种子学校所特别的这个空堂时间，或者说民主学校比较特别的东西。然后他们有一个法庭就叫种子法庭，然后每天中午会开庭所以有人在问这个种子如果没有这么多规则会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欺负啊霸凌的事件。那种子早期的创办人还有那个老教师团啊，其实都有在都对这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直到有一年那个其中一位校长，就是应该说他们校长是轮任，然后刚好轮到那位校长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到那个这个美国一所很类似的学校，就叫好像叫社谷学校，然后就去那边考察他们的学校怎么样维持这样的一个民主学校里面的这种秩序，这样就不会有太多那种不会有欺负人的事情。那从那个考察得到他就是那一所学校去办法庭，就学生法庭，然后而且呢他们的学生法庭是比较简化，不像就是我们想象中一般的那种民法法庭或者那种社会上的法庭。比较简化的意思是说你要告人很简单，你只需要拿一个状纸，然后你上面写清楚你的状告人是谁，被告人是谁，你想要告谁，然后你写清楚理由，然后就可以告了。然后每个中午他就会处理，如果有人交状纸，老师就会把这张纸交给那个这个每一天的轮值法官，然后那轮值法官有老师有学生，老师基本上是引导作用，主要是学生在讨论，然后学生会先在开庭之前先讨论可能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会是和解呢，还是说可能会有道歉，还是说会有什么处罚，还是说先大概先有点预审的感觉。然后到中午12点的时候就开始把被告人状告人全部坐在这里，所以我特地用这个头遮住这两个人，是因为这两个人刚好是被告人那个学校的老师有告诉我说不要让被告人和状告人都露脸，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被告和状告人实际上都是因为当初的一些小误会，所以会用法庭这制度主要是要通过社会化的这样的经历让他去经历那种人际之间的解决方法，但他绝对不是起这一种惩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在采取他们的那个这个法庭的资料时，实际上都要特别小心。然后他就找这些人来坐在这里，然后开始谈，你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怎样怎样，然后现在法庭决定要判你这样，你同不同意？
那如果那个人那个被告小孩他同意，那就 OK 就过啊，然后就签名好，就同意。然后通常处罚其实都是都不是那么形式上那种处罚，比如说当天，比如他在交通车，就是他们的校车上面吵，他可能就是当天就一个上校车，就这样。可是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好像也没什么嘛，就罚他，就一个上，他会不会不记得这样？但后来发现像这样的制度可以确实让一些小孩哈，因为他不想上庭，所以他会记得他犯过一次过后，就以后不要再做这件事情，因为上庭。除了被告人和状告人之外，旁边一大堆来鸡婆的，所以那鸡婆人都很想听今天是谁被告这样，所以而且都会去传，就像是他会去，大家都在传啊，今天那个谁谁谁被告，然后结果被罚就一个上课啊，就笑他一整天这样。不过通常他其实老师其实不是想要制造那种笑的感觉，而是那种让大家去看的过程，然后通过你不一定要靠自己犯错，你可以看别人犯错，你提醒自己不要做这种事情一样。那这个其实是他们的那个应该是毕业演出吧，应该是。可是我想讲的是，他们每个周五都会利用这场地来做这个生活讨论会，然后就决定那个学校的所有规则，或者提醒一些事情。然后好，这个是学术的，然后可以直接跳过。那到这里为止哦，我这里就会看到说就回应到我那个 Facebook 所提的，就是有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我的研究所同学都会很奇怪，你干嘛来台湾读教育啊，教育你应该去美国读，那边最自由。那而且说啊，那边最好，他们就觉得那边最好，或者是德国读，然后你干嘛来台湾？台湾的教育很烂的，台湾的教育是每次都考试、考试、考试这样。那会这样讲的人哦，甚至都是在政大研究所的同学都会这样跟我讲，我就很讶异。他有很多政大教育系的同学，很多人都不知道政大教育系实际上是那个另类教育的这个发源地哦。但后来我自己就觉得说，台湾我整理这些资料，我就发现台湾在体制外教育这一块，或者说非学校的教育这一块，是整个亚洲可以说是走得最前面。包括今年的这是2014年的这个台湾实验教育三法，就是非学校形态的实验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十条例，以及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十条例，还有公办民营的条例之，这三条法规通过之后，实际上台湾已经变成整个亚洲那个，甚至可有可能是全世界那个立法保护非学校形态的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台湾的教育实际上是有很多可以供很多人参考的地方。然后当然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另类教育在这里哈，是不是在机会上跟社会阶级有很强烈的那个挂钩关系，就是说刚刚都说哈，他学费这么高这么高，而且虽然理想上是说我们想要就是当种子的创办人当时是想，或者说种子到现在为止都想要以这个每学生这教育经费的方式来办学，可是到现在为止台湾教育部对那个不是公立学校所办的教育都没有实质给很明确的，或者说有法规依据的这样的一个财政补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不是只有这些付得起学费的人才能读实验学校啊那些学校啊，这大概是这个这几年台湾实验教育要去处理的问题了。那可能也是我中心我老师生在挂念的问题，所以这个或许要去想。然后第三就是我觉得在未来的部分哦，就是对岸啊，对岸还有一个大比这个台湾可能我刚刚说的手势哈，还有这样的手势的存在，所以那个对岸的国家他对这个台湾实验教育实际上是
有点像是，觉得这个部分做得很好，然后，大陆因为改革开放的关系，所以让一部分的人富起来了，那些富起来的人就想要用自己的资源来办学校，所以他反而想要，来台湾参考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就变成台湾的实验教育或者另类教育，或者说体制外教育这一块，实际上他的经验是很宝贵。然后，当然东南亚像我这样的人也会来，这样。然后，所以我想说，以马来西亚来看，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我总结出该那几个点，零零散散的讲那么多，实际上应该说，我后来有深度去想，就是我实际上会觉得说，台湾民主教育会这么吸引我，实际上应该是跟东南亚国家这个民主还没有到那个这个所谓到民主与混乱如台湾这样的情况，他还没有到这种情况，所以他对我个别有吸引力，但台湾人就觉得民主很乱，可是民主与混乱哈，往往是这一体两面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啊，我会是这样。那然后还有一个空白时间，那个就是说，我觉得空谈或者对每个人来说，空白时间很重要。那个我以前就是每三年我会做一件事情，每三年我会去一个岛，然后就在那边关三五天，没有书，没有电话，没有电脑，什么都没有，就在那边做，就也不是晒太阳了，我不是为了晒太阳，我的目的就是去那里就把自己放空，然后去想。那后来来到台湾就比较难找这样的岛，好像比较少，除非我把自己关到绿岛。那所以我想说，这个个人空白时间对一个人来讲实际上是很重要。那因为你可以抛开所有的东西，然后你去想一些对你来讲一些重要的东西，你要去做的东西，或提醒你三五年来是，或者说几年来你都忘记做而且很重要的事情。那最后一刻我就觉得说，在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马来西亚的那个马来西亚教育是不是应该从那个民主教育走向民主教育，民主教育走向民主教育这一块，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还没有啦，当然因为国家在民主的这个发展程度实际上都还在，你可以这样说，就基本上就是虽然有投票权，有这样的一个很多很多这样的权利，可是在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东西，在民就是人民的那个对民主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会懂得为自己的权利去争取这样。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就需要从因为我是老师，我就从教育去切入，所以既然民主还没有到了那个我想象中的理想的程度，那是不是可以从教育里面去做，那是这一块我就把它称之为就是他需要去做民主教育这一块。包括马来西亚，即使我现在在这里讲是我在拍摄，马来西亚目前没有一所华文独立中学可以让学生可以采纳学生的意见在校徽里面，目前都没有。但是在种子，实际上学生是其中一个开会的人，然后他可以去投票决定就哪一个老师真的这样的政策不好，他决定要推翻他，然后就号召超过一般的人投票倒掉那个政策，他可以这样。然后马来西亚到现在为止目前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可能在这部分，这也是因为这部分才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吸引力。所以马来西亚没有任何一所实验学校？没有。我可以直接这样回答，没有。但是有些人会反驳说，有啊，有蒙特梭利啊。可是蒙特梭利在马来西亚是仅限于幼教，就是幼儿园这样。然后对，有 homeschooling， 有自学，但是在马来西亚自学也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就是说实际上是属于非法。可是教育部有弹书，就是说你可以跟教育部申告诉。写信跟教育部申请，可是马来西亚教育部是所有自学长写信过去，他都说哦 ，OK， 我知道了，就这样，他不会回复说我同意你自学这样。所以到现在只马来西亚自学还是属于那个，据我了解都是属于还是属于在法律边缘，就是没有，还不是属于合法的这样。所以马来西亚有义务教育吗？像台湾有那种强迫入学条例？有。也因为这一条，所以才有那个马来西亚教育部规定，如果你想要办在家自学的话，你就得写信
去申请在家咨询。那他会有像台湾那么麻烦，就是还要学籍啊，还要就是还要你还要去学籍注册，然后什么什么，还是说你就是跟教育单就是那个主管机关讲，就是这样像你讲，就是讲一下，然后他说他有收到，然后他就不管你了。对，他在马来西亚来说，他就是像我刚才所说，他就是你写信去跟他说，或者说你打电话跟他说你想要申请，可是他说哦，那我知道了。然后可是当我们在问他，当那咨询家问他，再问他细节，那有没有什么表格要填什么之类？哦，没有，我们知道就可以了。那可是没有一条明文规定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可以了就可以了，就是法制上允许了，没有。也就是说，学校也不会来找学生。啊、嗯，确实没有。确实没有。那后来学校，就是那些公立学校，如果还是属于那个地区理应要入学的话，那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也不会找、啊。通常是家长会去跟学校讲，他已经通知教育部，然后教育部就不找，啊、就是学校也不找这样。嗯，所以就是这样比较自由。某种程度来讲，你可以讲这种叫自由。自由的国度。我们在那边看，我们觉得说。他没有保障，他一声令下，其实，比如国家突然间没有钱，最近我们国家没有钱，所以他搞不好就是找这些人罚款，因为自学的家长通常都比较经济上想要，就是自己教，或者说自己找补习中心啊，或者这样自己找几个人，有点像自学团这样，所以搞不好就找这些人开刀也说不定，所以不确定这样，所以到最后我应该是讲到这里应该没有了，好。然后，谢谢大家聆听。那，有任何问题，欢迎提问。还有一支麦克风。这里可以。啊，那个有人要直接提问的吗？或者表示意见的？我们这边很民主啊，就是每个人都要拿到麦克风。对对，要不然照这里的惯例。对，就是照我们的惯例，就是我会把麦克风传下去，那你有话就讲，没话就慢慢的把麦克风传给旁边的人。好，来，自从旁边开始。我想我还是先听一听台湾朋友们的意见吧，因为其实，那你就最后讲，讲我最后讲。然后那个不要被拍，就跟我挥挥手，就不拍你。就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刚开始那个影片，就你说你看到，就是情绪还是会蛮激动，可是因为我到今天还是没，就是因为我啦个人也不是很了解那段时间的背景，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这样，那是哪一段？就是那段有180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有180年，这么就是为什么，华文独立，教育对你们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好，我理解。如果要回答这个，那个一些华教的前辈就用整天或两三天的课程跟你讲。那如果我比较简短的说，我认为华文教育对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我们隔壁有一个邻居叫印尼，印尼曾经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排华事件。这边有没有印尼的那个同学还是谁？之前住印尼十几年。哦啊？之前住印尼十几年。哦，那你是台湾人？对。那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哦，你经历过那段时间？可是台湾那时候我很小，然后有听爸妈讲，那时候好像是不能带任何中文字的书包，然后我妈妈带，我那时候当事人现身说法，比我讲好很多。Hello， 有声音吗？有，那时候我妈妈他们二十几岁过去，30岁的时候还没有我，然后。他说那时候他们过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带那个任何有中文字的书，然后行李箱什么就是去的时候他看到你是就是来自
中文的国家的话，他会发你行李箱，然后如果你有带中文书的话，他就会拿起来没收。所以我妈妈在那边可能就没有办法看中文的书，那些就是变成比较违禁品的东西。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华语的广播电台，就是 FM 什么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在那边可能就是这些台湾人或者中国人或华人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然后而且就是华人的家族跟社会就出现断层，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他们都有读那个中文学校，而且他们在印尼的中文学校有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偏中国的，然后一种是比较偏台湾的，所以他们两间学校的学生也会对骂的那种。然后还有编了很多就是歌词或段子，在可能五六十岁，如果以现在来讲五六十岁的那个华人的学生当时候的情况，可是到了我爸妈那一代的时候，因为那个排华嘛，然后不能读中文，然后学校关闭了，所以他们可能他们自己的小孩子在家里也不能跟他们讲中文。然后到他们孙子的时候，现在又因为中国跟他们签了就是那叫什么一带一路，不是一带一路，就是那个外交的一些政策什么。然后他们现在也开放中国去那里经商什么，然后现在又有就是推行那个讲中文的政策，所以就变成阿公阿嬷很会中文，然后爸爸妈妈不会，可是孙子就要开始学，所以孙子可能就要跟阿公阿嬷学中文，然后爸爸妈妈就等于就是好像有一种语言在他们家，他没有办法去跟小孙子或爸妈沟通，对之类的。好，就差不多这样吧。所以因为谢谢我们的邻居很重要的意见。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的一些领袖啊，很早期了，其实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说，如果这个权益不是由自己争取来，人家就会帮你收走，整个国家就会帮你收走。所以就邻居是以那个整个国家收走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就变成说，如果所有的权利要收走，那最或者说要消，就是希特勒还是谁说的嘛，不是说要消除一个民族根很简单，那消除他的教育就好了。所以那就从华文教育开始，一直都坚持到现在为止，都想要一直有这个一脉相承，这样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这样的一个教育制度这样。而且本来联合国人权公约组织人权公约都有提到，就是学习母语本来就是人权来的，所以它其实实际上我们只在做着争取人权这样。然后当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没有落到像邻居这样的一个情况时，是因为有一批人在做这因此而那个吊销公民权。吊销公民权的这批人，很多人就回到中国，但是他在马来西亚已经生存了可能四五十年，然后他四五十岁的时候，马来西亚政府跟他告诉他说，哦，你没有这个你讲太多话，那我的公民权要把你收回，你就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就要回到中国去，或者说有些可能就不回中国去，到香港了之类。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很庆幸我当时还在读着可以学华文的时候，我会去回看谁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这影片实际上都会提醒我，那个我今天会华语。虽然我不是读华文独立中学啦，可是我读华文小学，所以华文小学就帮我留下一个我会华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就变成说我会回溯这些当初有这些人帮我们留下这样的一个根这样。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像在这样子的实验学校，那这些学生的学习的状况或者什么，跟普通学校的学生相比成效怎么样？
嗯，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那像这样子在这么 free 的体制之下，那他们在课业上的表现呢？应该说，如果我们今天要为教育的成效做一个判断的话，教育研究有很多方法，有些用统计，也是用质性研究。那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或者说现实上也本来就有，不管是质性或量化的资料，都可以显示，实际上有相当多实验学校，就以种子为例，他们的这个学业成就，或者说到最后的社会成就，实际上都没有比公立学校的更低，简单说都比公立学校来的高，然后甚至都有老师，那就是不断的收集他们的 PR 值，然后基本上都高于那个公立学校的学生，所以只是如果我们单纯以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衡量一个学生的话，我觉得就比较有点窄化我们对教育的想象，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看的是这一批人从这些学校出来的人，他们的视野是不是有比较广，然后他们对于各种东西的包容程度，还有他们对未来能够做到的东西是不是会比那个公立学校的学生更广，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上很难去用短时间的东西去量化，更通常可能就要看整个国家的走向，然后还有不同方面的人才啊，这样的凸显才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就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的就是没答，就是没答案的，对啊，还蛮大的啦，咱们讲这个问题，这个我可以帮忙回答一下啊，好，那个因为我最近参加过两次的那个种子实小的招生说明会，因为小孩子4岁左右，稍微应该帮他们看一下。然后，他有一场招生说明会是有那个毕业生回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可这些毕业生大概都是国中或高中的程度。那从其实别的不谈，我从这些毕业生的谈吐来讲，我发现到就是他们很有自信，然后比较知道自己要想要什么做什么事情，对，所以光从这个短短的这样子的观察，我会觉得其实还不错啊，就是从这些实小毕业出来的学生，对，可是对，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麦克风吗？好像没开。OK， 不过第二个就是你就讲他就会。我最近看了那个社谷学校的那一本书，虽然我们在看下山，可能差不多啦，但是他跟我认知的种子实小也是差不多，有法庭这样子的制度这样子。对，然后可是我想说，因为教育三法通过之后，有更多的这种实验小学出现。那我不知道这个部分的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种子实小毕竟是发展了20年了，很多学校可能才刚开始，对，所以我想知道说其他的学校的情况是怎么样，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我可能没办法代表所有的实验学校回答，可是就我的研究可以。或者我自己收集到资料可以这样的一个说，所谓的体制外学校哈，体制外教育的学校有很多种，种子是其中一种叫民主学校，然后它的倾向就是以它的学校的方针是以民主自主学习、民主教育自主学习，然后自治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实验学校还有很多种，那比如说可能大家就很容易听过的就是华德福。那华德福就是有一套他自己的哲学观，对人的哲学观，那人的教育哲学观，所以他用的方法、用的教育方法跟教育手段不太一样，所以但是如果就民主学校来说，台湾目前比较凸显的学校应该就是全人或者种子这样的学校，然后现在变成说我觉得
你可能想提的是，如果这些经验都很有价值的话，那实验学校未来的实验学校实际上应该在这些已经成立二十多年的学校的一些经验当中去提出一些可以用的东西，比如说可以可行的就是学生自治实际上是可行的，那个种子已经可以告诉你了，二十多年经验告诉你学生自治是可行的，然后选课制实际上也可行，只要你能够容忍那种学生空堂，你能够容忍学生没有事情做是可行的，选课制而不是只有在大学才可以，现在连就是中学都不太敢开放，那小学也可以这样做了，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提取一些比较可行的经验，然后让这些东西可以就是未来实验学校在办学的时候可以参考的一些例子或者做法，这样。传麦克风。提到说就是那个就是马来西亚那个什么适龄的儿童，如果要就是到了要去上学的年纪，然后那个可能也不会有官方去通知嘛，那如果说那父母也没有就是可能家庭有状况或者是各种，然后就是会错过那个受教育的那个时期，然后也没有把小孩送去学校就学的，也是有这种状况吗？所以当初马来西亚跟很多国家一样强迫入学条例，就是为了防止那个就是整个教育程度下降，国家教育程度下降，就是提高那个受教育程度，然后减少文盲这样的比例，所以没有错，当时就是为了这样，那所以为了要防止这个，所以他才定下这样的条例，所以就是理论上马来西亚教育部主管机关实际上是应该都会理论上都有去做这些调查，就是说只要你没有入学，就是教育部或者社会局都会去处理，这样。嗯，这也会处理。对对对，会，会去做，只是说在行政执行的部分会不会出现那种所谓是可能，就是没有落实，没有100%的落实，那就是看那个国家的廉洁程度，还有那个国家的行政效率。那马来西亚的连接程度和行政效率是实际上是，可以讲哈，实际上是有名的啦，有名的，我就不说哪一种有名，所以所以它执行方面可能有出现一些问题也说不定，对。然后就是那个，那为什么家长会想要把小孩送去那个独立中学而不是国民的？因为不是马来西亚，不是有不只有华人的族群，也是有别种族群，那不会想要把他们送到那个政府办的学校，让那个小孩可以融入社会吗？这谢谢你提这个问题，这很关键，因为如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在那个学校服务6年的3年的那个价值了。我觉得等一下我会请我们的现场的校友分享他讲他的经验，我这里就提我自己的以老师的这样一个经验来看，我觉得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那些公立学校，实际上是认为公立学校的那个教学品质下降，然后所谓的教学品质下降可能就包括说老师不进班，老师利用这个上课时间进修，然后整个学校可能就是空堂了，对对对，空城啊，就空堂，就空堂，真正的空堂了。所以像这样的这一大堆这个体制学校、公立学校所出现的那些问题，让家长实际上想要找比较可以信赖的、比较可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啦。然后华文独立中学实际上在这一块就做得蛮好，就可以让家长都可以有那种信心，是说基本上那孩子没有来学校，或者说有老师去进修都好，实际上都会排代课啊之类，然后其实能够做到那个都兼顾到基础基本的需求，这样。当然这个如果是谈另外一个教育改革这个部分，那就另外一回事，
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较放心，家长比较放心。嗯，那就是也要是学费会比较高还是？很好奇一下。对，没有错，学费因为公立学校不用钱，然后甚至有时有免费午餐，然后那个华文独立中学实际上都是民办，那企业所给的钱大概能够补助60%，有些学校是甚至是30%或者50%，但有些学校是企业可能补70%，因为那些学校还在起步当中，人数很少，所以而且它学费不能收太高，但它的学费基本上就是从如果说我拿我以前的学校，因为它变化很大，它不是一个公定价格，所以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价格，不同的学费。那我那所学校在我离开的时候是2000多台币，一个月，然后就一年收11个月学费，就20000多一年。这样，实际上是你应该不会把这个等于贵族学校，因为20000多一年。然后你的其他70%是由企业家补助的，所以它基本上是到现在为止都定为是民主教育的这样一个路线是这样。然后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如果什么有可能就是乱讲话，然后被政府遣返回中国，然后我想问说，可是你们不是就是那个？就是，可是你们不是马来西亚的人吗？怎么会被遣返回中国？这是很好问题。那个可能东南亚好几个国家的同学都发表过，我觉得他们经验跟我应该会有类似。就是那些遣返回国的那些经验，应该是在1970多年到1980多年，好像还有80、90年还有。那段时间是马来西亚建国初期，然后国家对于那个公民权哈，实际上还是视为一种这个可收回、可拿回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行政机关还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作为一个操弄的手段。当然到现在为止，他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现在普遍上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即使我现在在 YouTube 对着 Facebook 这样讲，他不会用这样的方法，他反而会把我请回去，在那边处理。对，他不会把我赶回去这样，因为第一是中国已经不允许这种事情了，中国说你人干嘛，你把马来西亚人送来这里啊，所以说他是中国人啊，他不承认他是中国人啊，第一是这样。然后第二是这个可能他也不会觉得说还有一个经济命脉很重要，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实际上是能够贡献那个国家相当多的那个GDP 的这个族群啊，就是主要的。当然到现在为止可能有下降了一点，因为这个后来有新经济政策，就国家有一个政策把股权一定要强制这个规定由部分土族部分大比例一定要由土族掌握这样，所以也因为这个洗牌关系，经济洗牌关系，所以经济可能有下降一点点，就是华人贡献的 GDP 有这样下降一点，可是基本上整个经济华人还是不会就是说华人的贡献还是有了，所以他不会把华人那样请回去的。现在的话，当年会啦，当年国家建国初期这样。可以继续问。哦，所以是族群划分很明确，所以才知道说，如果就知道说要遣返回哪一半，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就对。你刚刚说是族群哦？划分就很明确。族群划分明确是说。是很明确，华人和马来人很明确。哦，你说样貌吗？对。哦，很明显啊！你现在，请问你去中国，你遇到在中国那里，你遇到一个印度游客，你会区分不出吗？比较难吧，对不对？可能华人像我这样的，皮肤比较黝黑的，会跟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比较接近，可能比较难区分。可是普遍上肤色应该还好。可是我更想谈的是这个区分哈，这个种族区分实际上是这个国家造成的一种影响来的，就是国家有一种政策，就是最早期英殖民地政府把那个三大民族区分为不同那个经济领域的
那个劳动者，那华人可能就商业，然后或锡矿矿场，然后马来人就是可能渔业，矿，然后马来人可能是渔业农业，然后印度人可能就是研究业或其他，或者可能是有一些专业领域。那这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刻意安排。然后可是我觉得哈，到了现在为止，如果马来西亚政府还是以这个马来西亚人底下的还分三大族群，就是华人马来，而不是以马来西亚人视为全部都是马来西亚人来看的话，实际上他这个国家永远就会以种族来区分一些东西。所以我说如果你找那些文献，实际上都可以看得出马来西亚他说以种族来定政策，确实到现在为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没有错的啦，是有发生这样。就是比方说买房子，土族就会有一定的比例的回扣，就是价格比较低，这样，会有还是会有，后面那一位，那你还是要拿一下。好，那你传给。对对对，看，那位小姐，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然后，我今天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嘉年，可以，就是谢谢嘉年分享关于你自己跟实验教育的关系。因为之前受访的时候，我其实也好奇这部分，可是我觉得那个是私底下没有办法短时间了解的。对，然后所以今天才会特地还是想要来听这样，那我也觉得我听到我想听的事情这样，然后就是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会懂，就对我就会懂，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研究，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对，甚至你现在想要留下来，对，然后就，对啊，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或想要问的事情，对，谢谢，就我嘛，你还没发言，好，好，其实我很想来看这个书店很久了，我觉得很特别，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来看，那今天刚好就看到嘉年老师，因为嘉年老师大概就是我怎么认识他是在全国读中科学院的时候，对，然后他那一年是因为通常是轮着办，就是那六十几年学校轮着办，那年我参加过两届，我应该说我参加过三届，所以刚好我第一届参加的时候是在嘉年老师的学校，他是营长，他那一年的营长，对，我印象中是这样子认识嘉年老师的。然后我想一下，刚刚有人问的，有人要问什么问题？为什么家长要送去？然后给家长？其实家长怎么要送学生哦？学生其实看你家自不自由啊？有些家长可能问你，孩子啊，你现在要上国中，你要去哪里？然后他就跟你说有什么不同？一个要还学费，一个不用还学费，然后一个要念以马来文为主体来作为你念书的媒介，然后另外一个不用，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继续用华文，因为通常就是国小的时候，大部分就是以母语为你的那个教学语言，所以马来西亚很奇怪，这个其实全世界应该都没有见过这种系统，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面设立了好几套教育制度，对，然后其实上来讲，其实后来回过头看，你会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利国民团结的一个方式，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国家就用这个方式在运作，对，是蛮奇怪的。那你要上，你父母就跟你说，啊，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你现在要缴学费去那个念华文族的学校，还是去国立的那个学校？然后其实国立学校也不是说品质不好，是很参差不齐，它有非常好的学校，也有非常。就是它的那个可变化性很大，就是有很好的学校，真的很好的学校，可能你在国小考国中的那个统一考试的时候，你要考在可能积分满积分，然后你才能进那些好的学校。所以我们的那个
我们那个分流啊，就是我们没有到联考、职考的时候才分，我们国小就开始这么考，所以我其实还蛮好奇，用这样方式去培育学生的话，万一未来要真的进入什么大学考试的时候，这样的学生是否能够适应那种方式？这是我第一个好奇，所以我这样，我今天来听，就是大概第一个是我好奇的问题，我想问的，对、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在参加科学营的时候，其实我很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科学营那种方式，就是我自己在我的高中，我也是那种课内书不会认真念，但是我花很多时间在实验室搞自己的实验，就是相当于做科展这样子的形式在玩。但是我很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体制外的东西非常耗费资源，然后我甚至可以提忍，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华文中学里面，可能从中小学开始，因为资源不够嘛，所以我们可能要非常大班的上课，我们一个老师可能在我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师大概要处理一班学生就是50几到60人，那个状况其实我知道在台湾是很少见的，台湾的师生比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但是在我们那边是常态，因为就没有那么多资源，所以我虽然看到下山学校那种书，我会说哦，这是我梦想，如果我有一间这样的学校上，或者我未来可以开一间这样的学校，我说哦，这就是我的梦想。但回到实际面，就是回到经济层面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不可能，除非我成为世界首富，然后我可以完全不计成本，我就投资那个钱，然后也不管赚不赚钱，然后我开一间这样的学校，满足我自己想要达到的教育目标，那没有问题。但是我知道其实资源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可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孩子，就是那时候参加科学营，就是其实是选拔的，就是在我的学校是要选拔才可以去他的学校参加科学营的，然后我学校大概就是二三类组嘛，才可以参加科学营，都二三类组的学生，那加起来一届200人嘛，所以只能挑多少个人？只能挑4个人去。其实想去的远远超过10个，所以我知道我是拿占了很多好处，占了很多资源，所以我可以去，我觉得玩我觉得好玩的那种教育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少数，那个资源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做科展，然后用这种开放式的方式来学习。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到的是资源，还有未来他们能不能融入这个社会，就是用公立的方式，用这种平量方式的时候，这样的学生能不能融入，所以这是两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身为比较后一代，可能我是比较叛逆的孩子，就是江老师可能看那些我们叫华文教育的影片会觉得哦非常激昂什么，但到我这一代，我的想法是什么，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一种霸权啊，就是告诉我这样子才是对的，所以先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做决定，所以他们懂事，在学校非常的作威作福，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就去做到，学生意见都不用听，对，就算我们觉得我们不满意什么的，我们都不能反抗，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华文教育是一个很种族沙文主义的内容，就是它其实就是好像把我们从一个本来是一个像联邦的一个国家，把我们自己盖一个城墙孤立起来，说哦，我们自己建造一个自己的教育系统，然后他做得很好，他很优秀，所以我们不需要管外面的世界，所以其实在这种学校上课，其实你是跟你自己原本的国家的那个概念是隔绝的，所以就你会觉得这世界就都有华，就华人就可以运作的，我不需要再顾及其他的种族，因为我就盖一个墙，我们学校就把这些人都隔开了，所以我觉得华教没有去思考的问题，就是可能在地化的问题。就我觉得台湾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说，一间学校怎么去在地化，好像其实很多什么下山学校这种民主管理的概念，其实这些都是引进来的价值嘛。我们有思考过，我们如果自己办一个很优质的教育，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地化要怎么去做好？是我们要怎样去，如果是华教，可能他第一个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去融入其他我们对其他民族的认识，因为我觉得华文学校是非常功利的一个系统，就是其实还是一样，就是考试考试，然后
分数高的，你们未来升学很好就行了，你不用管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对，那根本不重要，对。所以这三个问题，不知道嘉言老师有什么想法？对，这几个都是很大的问题。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谈华文学校这种就是是不是一种种族沙文主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其实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我很喜欢把这个东西放在民主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去谈，因为是不是民主教育这个东西里面哈，有可能会不会出现有些人就是一直很坚持他的东西，然后他坚持到他封闭其他人的想法，然后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想法，然后我们就说他这是就是一种就孤立主义或者说沙文主义这样，他可不可以是这样？甚至我自己在看一两年前德国我引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想想这样这个德国的这个有一个政党，他很明确，他就是要他的政党的名字我忘了，但他这个政党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恢复纳粹主义。那这个政党的这样一个以这样来做这个党纲，然后来去推动整个政党政治活动的这样一个政党，能不能生存在一个民主制度里面？那个端传媒就是特地专门用一个标题，民主能不能容许敌人呢？那我把它转成民主能不能容许就孤立或者说自己独立起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大的啦。那我觉得这可能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那个前辈要去想，可是我的感觉是，我这些意见是觉得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可能它现在为止哈，它还没有做到确实有那种所谓的开放那么多华文教育了哈，华文独立中学，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如说它的经费学费实际上就是一种阶级嘛，虽然它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也有那个就是其他种族，就是不非华族，比如说马来族或印度都有在读，可是呢占少数。那因为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学费的关系，还有就是可能对华文独立中学不太了解，然后不愿意就踏入了解，所以马来西亚在可能在未来的方向实际上要去做的是各族之间怎么样去做这个就是多元的交流了，多元文化交流这样。然后这个问题只要是民主国家都会在谈，只要是像台湾这样都会在谈，到底我们跟就是台湾平地族跟那个原住民怎么样进行多元交流，是不是大家就创出一个教育制度，然后平地族跟这个就汉人跟原住民甚至客家人全部人都用同一套，可不可以？还是说这样个别分开就是一种民主？所以其实这是类似的东西。对啊，我想帮那个马来西亚教育说一下，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点缺席审判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是比如刚刚两位马来西亚来，对，你们是马来西亚的朋友，那个我用这个讲，就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有没有可能，你可以把它视作一种实验教育？就刚你们谈的里面说啊，那因为被切开了。那个其实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的华教是相应于马来西亚现有种族的这种现状，所以当地的华人发明了这一套东西出来。所以刚才你说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教里面没有实验教育，没有实验学校，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体系里没有像这种子这一种。可是我们再把它拉开一点看，在整个马来西亚里面，其实至少已经分两派，所以它是有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进华文学校，还是你要进马来西亚的那个公立学校。那对照台湾看，就是你要进台湾的一般公立学校，台湾可能再多一点，台湾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实验学校，
就是 我只是提一个观点，就好像也没那么负面，因为马来西亚的种族状况那个就是更那是另外一段历史嘛，也很难解决到底，因为人够多了，跟印尼不一样，印尼的华人比较少，所以压着就压着，马来西亚的华人那么多，没那么容易解决。对，然后那个可是以人数来讲的话，全世界就是华人最多的统计其实是印尼。啊，不没有，我是说比例的问题，因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不像印尼人那么多，所以现在还有多少三成什么两成五，反正大概比例是够大的啦。那我还想回应一下刚刚那位家长那位先生，我只提一下，就是你刚刚说你去看了那个他的那个招生说明嘛，不过我觉得那个技术那个方法上有可能要考虑一下，不是就是那个研究方法上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他不会找差的人来讲，所以他来找的一定是就是跟你打广告的。那另外一个，但我基本上相信这些实验学校的程度应该，我推测啊，我猜是应该比较好，因为如果就像你有这么认真的家长会去帮学生考量要上哪个学校，这样的整个家庭应该都是普遍是比较好的。所以当然我也不是说不要去那里，只是我说那个可能不能用这样推测它就是一个好学校，但我也不是说它是坏学校，我也不知道。这是我刚才想到的。啊，我先回应那个讲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马来西亚华教算不算实验学校吗？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要回应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会先把一个东西先提出来，就是台湾的实验教育或者实验学校为什么被称之为实验学校，而其实他本来想命名的或者说本来想用名字实际上不是实验学校。因为我在目前在政大教育政大实验教育推动中心在做的时候，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实际上我有访谈到当初立这个法的一些教授，当初他们在立这个法的时候，其实当初是想要服务不是实验学校用，当初的服务对象就是为了这些种子啊类似这样的另类学校，只是当时在法制定的时候，那个名字就教育部主管机关想不到其他字，只能想实验教育，然后对于那个另类教育来说，其实上他们对实验教育这一块哦，这是有意义的，就是他们不愿意叫实验教育，他觉得他做的东西都 OK 了，他不是实验啊，比如像种子，他当年他立校的时候，他会是认为他是一个教育实验，可是到现在为止，他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民主教育了。所以这可能是有台湾立法的一些问题，反正就是立法的脉络的问题。那所以如果我说实验教育这个马来西亚的实验教育可不可以就当这是那个就是马来西亚华教就是实验教育，因为我的标准我会觉得说，如果实验教育是为了那个另类教育，就是一种比较理念倡导的教育的话，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所办学的那些教育理念实际上都缺乏一个更高的程度对人的一种人的价值一种理想，人如何发展更为能够发展作为一种全人的发展来看待的话，我认为从这点来看的话，马来西亚的独中实际上是走这一种只是一种升学主义的教育了。那刚刚现身说法者也说很蛮功利的，只要考试考得好就可以了。当然不排除现在有部分独中部分华文独立中学开始去反思这个问题，然后开始去回做一些比如说不要那么重视考试，然后开始去推特辅教育，然后有些学校已经在推特辅教育，然后甚至把特辅教育另辟一个源流，就是比如继职教育。那我认为这种有一种理念，认为所有人都有成才的机会了，这样那这样我就觉得是。可是如果就整个整体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话，它可能还缺乏了那个理念的高度，这样。所以对啊，做研究坏处是这样，太理想化。所以我就回应这个。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也想讲的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
蛮好资源的，资源这一块。那个在马来西亚的部分吼，我觉得如果以资源来说吼，马来西亚的华教实际上就是实验学校，只是它理念没有到达。那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吼，不管是下山，不管是社谷，还是它还是种子全人呢、啊、这些学校实际上都证明一件事情，只要民间集资是可以办学的，然后是可以办出这样的学校，理想学校了，然后或者说比较想家长想要的学校，然后既然是可以，其实、啊、就是没有那种企业家办学，企业家办学可能是办那个卡梅隆学校这样，他是卡梅隆，那所以这种学校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民间自己发动的啦。然后如果你找，如果看我的论文，其实就发现当初他们办学的时候实际上都倾家荡产，就很多人只是那种中，他们早期创办学校的人实际上都是中产阶级而已，所以他每个月要去出10000块去来办学的话，基本上是花多少钱在里面，然后如果他两个孩子他就出20000，所以整份薪水大概就扣一半在这边、嗯、这样。当然这个在我访谈过程也有提到说，台湾早期的那个经济蓬飞啊，这样也造就了那一段的那个中产阶级拥有更多资源，能够这个注入在这个实验教育，就是体制外学校这样。啊，不过早期发起的人实际上都是中产阶级的，然后也可以顺利了，只是说他绝对不是以那种一个人出道完成，是集资的方式这样。你要拿麦克风。没有问题。好了，那个剩几点？9:20。有没有人还有话意犹未尽要讲？好，不然也差不多9点，有没有？他在跟我讲时间了。哦，没关系，谢谢。好，那。谢谢嘉年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我其实本来很想听到你要骂台湾实验教育有哪些要改的地方。哦，是的。你有要讲吗？还是要我关掉直播你再讲？那个就是有一些我们还是需要批评嘛。就是、对对对对，台湾如果我讲台湾实验教育，我完全不用担心那个这个骂的问题，因为我的老师，我中心老板一直在骂。虽然他自己就是实验教育推动中心，可是我们都知道，当有一个东西冒出来，有一个新法冒出来，而且这个法实验教育上法，从法字面上它叫特别法，它可以有没有简单台湾的实验教育哪里有问题？对，简单说就是，很多人想利用这个法来开自己的学店，就是补习班。换那个名字就叫实验教育，然后就去大量收，然后他因为他完全可以排除掉收费的标准，台湾的那个教育部规定。所以你刚刚说的50几所、60所里面已经有一些是这种，我不敢点名了，可是有这种。我认为那个到2015年为止的哈，实际上都他有那个成立的历史，然后我不敢保证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赚钱的机制啊，只是。看起来那个补习的这样的学店的还没有正式被立案成功，就是通过审议，还没有通过审议，因为所以中心想做的事情就是想要阻止这些人，然后打烂实验教育的招牌。实验教育本来它其实不是实验教育，它是想要做的这种另类教育或者理念教育这样，所以有很多学店想要所以现在这些都还算清白的，就是。里面大多数都是公立学校转型。对对对对。公立学校转型最多，要不然就是民办的，要不然就是民办的。对，公立学校转型就完全是用公家钱嘛，所以它其实没有盈利的部分。那那个民办的话就是家长出钱，都没有花他的钱。好了，那今天先到这边，好吧？那大家端午节快乐，谢谢嘉妮老师，谢谢。那个待会要找他签名，对不对？另外签名。好，拜拜。
来，我们明，哎，我也跟大家讲，我们明天、哦、后天、大后天我们放假，没有，我们难得端午节放假，我没有要广告，广告大家自己上脸书看吧，我们活动太多，我也记不得。然后过完端午节还会有一连串的活动，好，谢谢大家。